其他绿色类。海藻、螺旋藻。海藻名见神农本草经。有数种，主要为褐藻门、麻尾藻科麻尾藻等褐藻的干燥叶状体。我国华东及台湾沿海均产。螺旋藻是蓝藻门的一种蓝藻，因藻体呈螺旋状故名。含有人体需要的各种物质，尤其是蛋白质，为有高营养价值的食用藻，易作药用。性味：咸、寒。成分：含碘、甘露蜜醇、褐藻酸。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、粘液质等46种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。功用：降血脂、预防肿瘤、抗辐射、消炎、散影结气和颈下硬核、增强人体免疫功能、排毒、减肥等，是现代人健康的理想营养食品。有软坚、炼制、清血、利尿作用。方剂：一、裸粒、引流，包括淋巴结核、甲状腺肿瘤与各种肿瘤等，每服12到18克，每日三次分服。或海藻研磨成丸，每次3到6克，每日三次。二、赖膳，包括睾丸肿大、海藻30克、菊核炒12克、小茴香炒10克，水煎服或者丸服。三、防治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属肝阳亢奋型者，海藻煎水服或与紫菜、海带等交替服用。四、降血脂、预防肿瘤、抗辐射、增强免疫、排毒、减肥等，服用螺旋藻晶片一片，规格为每片250毫克，每次3到5片，每日三次，饭前半小时服。海金沙，海金沙蕨类植物，孢子入药。性味：性寒，味甘。功用：清利湿热，主治小便淋漓涩痛、沙淋、石淋等症。方剂：一、热淋、金银花、海金沙藤、天胡荽、金樱子根、白茅根各30克，水煎服，5到7天为一个疗程。二、热淋、血淋、尿路感染：一、车前草、积雪草各30克，水煎服；二、车前草30克，海金沙精叶各30克，白茅根15克，水煎服。三、身部脓肿、臃肿、丁疖、金银花、野菊花、海金沙、马兰、甘草各10克，大青叶30克，水煎服。四、急性肾炎、连前草、地聂、海金沙藤、马兰各30克，水煎服。五、烫火伤、鲜叶捣烂、调茶油外敷。茯苓，茯苓多孔菌科，多生于马尾松、黄山松、赤松的根上，球形。卵圆形或不规则块状，直径10到30厘米。新鲜时质软，干后坚硬。表面有深褐色、多皱的皮壳，内部粉粒状，白色或淡粉红色，有红筋。可食用和入药。性味：性平，味甘淡。功用：益脾、安神、利水渗湿。主治脾虚泄泻、心悸失眠、小便不利、水肿等症。方剂：一、小儿腹泻，鱼腥草15克，炒山药、炒白术、茯苓各6克，水煎服。二、过敏性哮喘，茯苓9克，灵芝6克，半夏5克，苏叶6克，厚朴3克，水煎加冰糖，每日2到3次分服。三、冠心病，心区闷痛放射至后背，生葛根15到18克，丹参18克，茯苓9克，甘草6克，水煎，一日2到3次分服。四、妇女白带如崩，吐茯苓30克，白茄花15克，水煎服。灵芝，灵芝一名菌灵芝木灵芝吃之红芝，要用真菌，多孔菌科，寄生于粒及其他阔叶树根部枯树根上，菌盖坚硬，木质肾形或半圆形，大小不一，上面赤褐色，有漆状光泽和云状环纹，下面淡黄色，有许多细孔，菌柄长，多侧生，红褐色，有光泽，人工培养品，形有变异，但其疗效相同。性味：甘平。功用：益精气，强筋骨。治疗心悸、失眠、健忘、神疲乏力等症，也治神经衰弱、慢性支气管炎等。药理：对小白鼠试验有镇静、镇痛作用，提高耐寒、耐缺氧能力，并能推迟其死亡时间。以灵芝为主，配以白术、田七、川芎等中药，则能显著提高动物的存活率，并能帮助动物度过放射病及期，而使白细胞较早恢复。受照射动物服用灵芝后，可增进食欲，改善精神状态。正常人口服灵芝20克，能降低心率。方剂：一、胃痛：一、
灵芝、山寄生、青木香、乳香各三克，水煎服。二、灵芝、骨碎补、高粱姜各三克，水煎服。二、神经衰弱、头昏失眠。一、干灵芝三克，水煎服，或研末，每服 1.5 克。二、30% 灵芝糖浆，每次20毫升，每日两次。三、高血压，灵芝6-9克，水煎服，每日2-3次。四、迁延性肝炎，灵芝6克，甘草5克，水煎服。五、慢性气管炎，灵芝9克，南沙参、北沙参各6克，百合9克，水煎服，每日2-3次。六、过敏性哮喘，灵芝6克，半夏5克，苏叶6克，厚朴3克，茯苓9克，水煎加冰糖，每日2-3次分服。七、过敏性鼻炎，灵芝煎浓汤，过滤后频频滴鼻。酒酿，酒酿又称甜酒酿，即为榨出酒之米酵，性味甘辛温，成分含糖、有机酸、乙醇、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。功用性善窜透，用以作药，发豆浆、脱疮毒、活血行络、散结消肿。方剂：一、受乳妇女乳腺阻塞胀痛，乳汁不通。一、甜酒酿一杯，炖热，另以菊花叶适量捣烂搅汁约半酒杯，冲入酒酿服之，并以2种扎脚或敷于患部，每日两次。二、鲜嫩荸荠苗叶切细，加酒酿一同捣烂，再炒热敷之，一夜即有效。二、头风头痛，酒酿60克，白芷、川芎各6克，隔水炖一沸，去药渣吃酒酿，每日一次，睡前服。三、甜花，水痘初起，荸荠3-5个，捣汁和入酒酿60克，隔水炖温，不可太热，服。四、急性扭挫伤，酒酿、鲜生地适量共捣烂，炖热敷患处，每日一次。红须，红须也称红米或赤须，大米的微生物发酵制品，将红须酶接种在稻米上培养而成。中国特产，产于江西、浙江、广东，尤以福建莆田著名。用作酿造、烹调、着色和提取食用红色素，并入药。性味甘温，成分含淀粉酶、胡萝卜着色烯类。功用健脾消食、活血化瘀。方剂：一、妇人产后淤血不下、腹痛，红曲9-12克，加黄酒煎汁温服。二、温热泻痢、急性肠炎，红曲15克，炒盐细末和六夷散、飞华石6份、生甘草1份组成，等份，每服6-9克，以米汤送服，一日3次。三、妇人血气心腹痛，赤曲、香附、乳香等份，共盐细末，每次3克，温黄酒送服，每日3次。四、小儿头疮、黄水疮次。蜂产品：一、蜂蜜，通称蜜糖，是珍贵的天然补品，古代都采用野蜂蜜，有生于岩石上者称食蜂蜜或盐蜜，现都是人工放养蜂蜜。性味甘平，成分葡萄糖、果糖、蔗糖、胡精、蛋白质、矿物质、钙、铁、钠、铜、锰、磷等，蜡质、天然香料、色素、有机酸、苹果酸、乳酸、甲酸、酶、氧化酶、淀粉酶、还原酶、过氧化酶、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B6、维生素 D、维生素 E、烟酸、泛酸、钾等。功用补中益气、安五脏和百药、解百毒。蜂蜜为良好的营养剂，药用有缓解疼痛和润肠胃之功，并有强大的杀菌力，在实验中能把伤寒、副伤寒、大肠、痢疾杆菌等消灭之，具有营养心肌、保护肝脏、降血压、防止血管硬化的效果。医疗药用取天然未经加工的蜂蜜为佳。二、蜂胶，蜜蜂从植物的新生枝条、叶、芽等组织上采集到的树枝状分泌物，在巢中经其他蜜蜂继续咬嚼，混入蜂蜡和唾液酶而成的一种粘胶状物质，即为蜂胶。成分：蜂胶的成分比较复杂，已鉴定出300多种化合物，其中黄酮类化合物71种，芳香酸酯类化合物59种，氨基酸25种，醛与酮类化合物17种，脂肪酸与脂肪酸酯50种，萜类化合物19种，甾体化合物9种，烃类化合物25种，醇分类和其他化合物24种。蜂胶所含的药用成分之多，
浓度之高是要用植物无法相比的。功用，易增强免疫作用，对机体免疫系统能增强体液，促进细胞免疫功能，对胸腺免疫系统的中心器官。可产生大量的 T 细胞、胸腺细胞，对脾脏系统器官能产生大量淋巴细胞，丰富的 B 细胞可分泌特殊性抗体，促进机体增加抗体数量和巨噬细胞吞噬能力，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，提高机体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的免疫功能。所以人们称蜂胶为天然免疫功能促进剂。二、抗氧化作用，氧是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特征，没有氧，生命活动就不能进行。人体主要依靠摄取的食物，在体内发生氧化作用所产生的热量来维持。但在氧化过程中，机体内不断产生活性氧和自由基，导致许多老年病、癌症等疾病。蜂胶含有丰富的抗氧化作用的黄酮类化合物、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 E、维生素 C 及微量元素锌、硒等。在 0.01% 到 0.05% 浓度下，极具有显著的抗氧化能力，并能使超氧化物歧化酶 SCD 活性显著提高，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剂。三、抗菌作用，蜂胶含有大量黄酮类芳香酸、脂肪酸及萜烯类化合物，可广谱抗菌。研究表明，蜂胶乙醇提取物100微克每毫升浓度，对39种植物致病真菌有抑制作用。其中对革兰阳性菌和抗酸菌最敏感。对革兰阴性细菌的作用，主要通过激活机体巨噬细胞，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。四、抗病毒作用，用蜂胶提取物对流感病毒、牛痘病毒、乙肝病毒、疱疹病毒、骨髓灰质炎病毒、小泡性口腔炎病毒等进行抗病毒试验，结果证明蜂胶中的黄酮醇、黄烷酮、酚酸及咖啡衍生物等有很强的抗病毒活性。五、抗癌作用，含有丰富的抗癌物质，如黄酮类化合物类的胡皮素等，萜烯类化合物中的二萜类、三萜类等，多糖物质中的苷类物质，尤其是贝塔负一、三葡聚糖、奈醌类化合物中的木质素、酯类化合物中的咖啡苯基乙酯等及其他化合物的天然组合，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协同合作，都赋予了蜂胶抗癌的作用。六、降血脂作用，动物实验对于四位高血脂饲料的大鼠，同时给予不同剂量的蜂胶口服液，可对抗鼠血甘油三酯、胆固醇含量的升高。苏州医学院朱道成等用蜂胶治疗高脂血症患者的临床观察表明，不论是大、中、小剂量均有疗效。治疗前和治疗后的血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差异均显著。七、局部麻醉作用，动物实验 4% 蜂胶乙醇提取液用水稀释至 0.25%， 对兔角膜有麻醉效应，可持续一小时。如果和普鲁卡因协同使用，麻醉效应比单用普鲁卡因强14倍。用 1% 蜂胶溶液对蛙做麻醉实验，效应是普鲁卡因的4倍。把40克蜂胶溶于 70% 乙醇100毫升中，其麻醉作用相当于可卡因的 3.5 倍。因此蜂胶局部麻醉作用已被用于五官科。此外，蜂胶还具有调节血糖、抗炎镇痛、抗溃疡、促进组织再生、保护肝脏、抗疲劳等作用。三、蜂王浆，蜂王的食品也是蜜蜂幼虫一到三日龄的乳品，极其珍贵。成分，蜂王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多种氨基酸、多种维生素、多种酶类、多肽类生长因子、乙酰胆碱样物质、有机酸，以及铁、锰、锌微量元素等多种活性成分。功用，有人体组织、器官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物质，且极易被人吸收利用。方剂，一、胃12指肠溃疡，蜂蜜100到150毫升，隔水蒸熟后于食前空腹一次服下，每日三次，坚持每天服，能使胃液总酸度降低，红细胞、白细胞恢复正常值，疼痛消失，大便正常，连服2到3周，溃疡必堪逐渐消失。唐代山区一位僧人肠胃痛，排黑色大便，经僧医诊断为胃溃疡出血。其实山中野蜂较多，僧医在石洞中找到蜂蜜，主病僧尝食，日久病就好了。二、高血压，大便秘结，胃痛，神经衰弱，蜂蜜100毫升用温水化服，于饭前空腹服下，每日两次，长期坚持服用，效果更佳。三、心脏病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，肝脏病，每日服蜂蜜2到3次，每次20毫升。四、支气管炎，鼻炎，鼻塞，牙痛，撕蜜蜂蜂房一片，放于口中嚼烂吐渣，每日3次。近来国外资料用此法可做解毒抗癌剂。五、病后
产后体虚、贫血及神经衰弱，服蜂王浆有效。六、神经衰弱失眠，临睡前饮蜂蜜一杯有效。七、小腿溃疡，以蜂蜜厚厚的涂于纱布上包扎，一到二日更换一次。小儿头部湿疮，蜂蜜60毫升，新阳粉、西药适量，调和成膏，在清洁患部后涂敷，盖以纱布，用胶布固定，每日两次。烫火伤，蜂蜜涂上有止痛之效。咳嗽，蜂蜜35毫升，微炒后加水适量，打入鸡蛋一个，早晚食用。11、水肿，大蒜250克，蜂蜜120毫升，同蒸熟食用。花粉，花粉的效用在诸多古书中均有记载，近代葛洪抱朴子中说，南九立君山中有苍松，其花粉产于山涧之中，流水为谷中居民食之无不长寿。唐代张庆的庄楼记言，白昼霜于山下，常年有松花开放，松花落入井水之中，人们喝过此井中之水，故美女颇多。唐代苏静新修本草也将松花粉收入其中，松花即松黄，服取正似蒲黄，久服令轻身，疗病胜似皮，业绩之也。清代王世雄长寿诗中有，长生不老有新方，可惜今人却渺茫，细将松黄径驱倒，朝朝服食保康祥。唐代女皇帝武则天与清朝慈禧太后都常食花粉，以保持体型的健美。性味，甘温，功用，润心肺，益气，祛风止血，亦可酿酒，有促消化，保护肝肾功能，可预防心血管系统疾病，前列腺炎、阳痿、更年期综合征、肝硬化、脂肪肝、便秘。根据美国、加拿大防癌协会和有关医院的报道，花粉中的核酸、硒、叶酸、锌等抗癌物质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减轻放化疗对正常细胞的损伤程度。当代中华药典中记载，花粉可作为滋补食品和药物之用，是优良的天然保健品。成分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镁、微量元素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、纤维素、各种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。方剂每次三克，每日三次，饭前半小时温水50摄氏度以下服用。服用一周，失眠多梦好转，便秘消失。服用两周，精力充沛，肠胃不适消失，口腔溃疡消失。服用一个月，月经正常，肠漏、肾虚症状缓解，健忘症状暂缓，鼻炎消失。服用三个月，糖尿病、前列腺炎等症状好转，心脑血管病缓解，血压、血糖平稳。经常服用可美容、轻身、健体、益寿。芒硝，芒硝矿物，无色透明，有时带浅黄或绿色，有玻璃光泽。芒硝与萝卜同煮，过滤冷却再结晶，称玄明粉或圆明粉。性味，味苦。功用，主治肠胃食热积滞、大便燥结、痰热壅结等症，外用治肠痈、乳痈、痔疮等。方剂一、扁桃体炎、咽喉炎肿痛、黄瓜霜吹喉，一日数次，可以吞咽。二、上消化道出血，大蒜拌四份，玄明粉一份，混合捣烂后取90克，用四层纱布包裹，贴敷于足底涌泉穴，固定于3到4小时后除去，每日贴敷一次，直至血止后停药。注意贴药前足底涂一层凡士林，以防止足底起泡。三、急性阑尾炎，大蒜两份，芒硝、大黄各一份，捣烂如泥，加醋少许搅和，敷压痛点上，后约3毫米，四周以纱布围成圈，防止药液流出。2小时后去除，再用大量泥敷上，有效率 96.2%。四、肺痈、肠痈、便秘，冬瓜子15克，桃仁9克，丹皮6克，肺痈加桔梗、甘草各6克，肠痈、便秘加大黄、芒硝各6克，水煎。一日分两次服。冰片，冰片，天然的龙脑树、龙脑香科、大乔木、分泌的香料，也称梅片。树枝经蒸馏，可得结晶，称龙脑或冰片。人工用化学方法合成称机制冰片。中医学上多用梅片。性味，性微寒，味辛，气芳香走窜。功用，开窍，散郁火。内服治中风口噤、惊痫痰迷、窍闭神昏等。外用治咽喉肿痛、口疮、痈疡、目赤一抹等。方剂一、腰疮带状疱疹，先番薯叶适量，冰片少许，沿系统捣烂，敷于患处。二、妇女白带，冰片9克，落花生12克，共捣如泥，分两次服，每日空腹时白开水送下。三、
而内浓水不干，石榴花与瓦上被灶研磨。